脾，先写脾，即脾话要稍微细一点。脾比较怒方，脾比稍钝，向左下方斜行。到木端的话，回方向下个笔画带。横折折撇，气比较轻，向右上方斜的。这个直的，这个弯的形成对比，一直以弯的这个变化。捺笔比较突出，即向右下方斜的。那我们看这个向上斜，这个是向下右下的，这个是要短一点，这个要长。